见到郭台铭，支持者狂喊总统好，备战大选，郭台铭动作频频。我讲句实话，我自己都没有听过，应该是开玩笑的吧。我认为嘉芬姐也好，那个韩市长也罢，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轻痛仇快的事，只是好事者或者想要见缝插针的人所提出来的。消息一出，挺侯派蓝委也大感意外，而外传之所以挺郭派会点名李嘉芬，主要关键就在于李嘉芬能够凝聚韩粉和抢下蓝军票盘，有助冲高郭台铭联署份数，并对柯文哲造成压力，增加郭柯和谈判空间，让人家感觉他对国民党还是一个义务吧。不可能啦，不可能跟郭董配吧。我不知道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不认识他，他也没有问过我，我没有办法受访。但日前谢典林才喊出只会支持郭柯和，尽管柯文哲多次强调会选到底，也没有郭柯配这个选项，现在又传出李嘉芬搭档郭台铭，不难令外界联想是想替郭台铭增加和柯文哲的谈判筹码。三选吴坤瑜、石明启、王家宏、周凯台北报道。